还有很多人在解这样的87题哈，87题做切割啊，做切割，我介绍一种切割方法，它非常有效率，而且又不会占空间。一个字串，这字串 ，Hello everyone，My name is Andy，Hello，Hi，Hi，Hi， 然后结束字源。好，我要做切割的话，我用一个指标。这个 S 来指向 H， 当指向 H 之后啊，然后到这边，我给它用结束字源，然后再另外一个指标，这个指标用 S0 指标指向 H， 然后就再扫描到空白的时候，我就加结束符号，然后之后扫描到一，我就用 S1 来指向这个一，然后一直扫描到这个句点，再用结束符号，然后再扫描到这个字源，再用 S2来指它，然后再加结束符号，再扫描到这里，用 S3， 然后一直到不是字源，再加结束符号，这时候就是 S4。然后再在这里加结束符号，是 S5， 在这里加结束符号，然后这 S6，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些字啊，把它切出来了。然后切出来之后啊，我就针对 S0、S1、S2、S3、S4、S5、S6。来看看他们有没有一样，就比较，所以就用一个回圈，这个 S0 呢，就存到一个阵列里面，把 S0 存到一个阵列里面，我只要有一个指标指到跟 S0 指向同样位置就好了，然后 S1 再跟之前的比较，好，所以我会有一个这个，这是第一个阵列，这个是一个指标。好，所以我用的空间是什么？本来的这个存的字串，然后再一个指标，它就每一个是字源指标，所以它只有6个而已哈。然后再存所有的有那个没有出现过的单字啊，我就把它存一个指标。好，比如10就存 S0， 然后它有出现一次，然后再11就存 S1， 就11啊，它存 S1 所指向的位置，这也是有一次，然后12就存 S2， 然后它也是一次。好，到这里 S6 的时候，只扫描在 S6 啊，他会看，我每次都会去比对10、11、12这样比对看，哎 ，S6 跟 S0 是一样，跟10是一样的，我这里就变2。好，所以我最后的看每一个的频率，他是谁，然后每个频率这样就可以得到答案。所以我只要用一个阵列，然后再一个阵列，都是一维的哈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结构，结构就是字源指标加上整数。好，字源指标加上整数，这一个结构，然后这是一个结构的阵列。好，这样只要扫一次就可以得到这个，然后再扫一次，
跟这个比对，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这样。好，就是我的设计这样。那等一下我再把大概程式码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